虽然在身体的对抗上面是 AB 比较占优势的，但是在以起跳的弹数跟这个手感上面的话，大 B 其实是不输的。哈哈，周伯成盖完火锅之后，像田浩有一个死亡之瞪啊，瞪了大概0.5秒。来看一下，其实他看镜头。我误会他，误会他。我们可以看到梦想家在掌握篮板之后啊的一个节奏，应该是变得比较慢一点。AB 要直接投吗？选择开进来，想交球的时候，但也发生了失误。可惜啊，可惜。是能够成功的手下换成功的超解，但是并没有办法成功的打到转换快攻拿到分数。前面周伯成完全没有看到队友已经把球给传过来。